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旁边的大汉装备齐全，唯独我两手空空。宝花，今天我就教大家一招如何利用美色空手套装备。看，来了个傻子，他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。耶，牛批啊！非法组队是吧？有本事单挑啊，一对一的那种。都不说话，那我挑了啊。哎，那个光头，瞅啥呢？说的就是你，黑卤蛋。开局那么久，连个头盔都没有，小子，给我出来！切，我这辈子最讨厌不老实的人了。你给我回去！你别笑。这家伙看到我方战士的98K 和三级甲秒怂，果然是个憨憨。那啥，后面那个小鬼，五尺差半寸矮的小矮子，挨打要站稳啊！你给我出来！呀，行了，回去！我跟你说，我从来不欺负小孩子，回去！哎，果然只会欺负装备差的，看他接下来会选谁。那个没枪的大婶，大婶说的就是你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叫我出来干啥呀？切，那么凶干嘛？有本事打我呀，大婶！我丢，啥玩意儿？这么快？哎呦我的妈！算了，没一个像样的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我现在宣布，今天的决斗取消，拜拜。欢乐吃鸡，欢乐有你。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关注我的小伙伴都上战神了。